近来江湖上现身了一位怪侠，武林人士众说纷纭。他样貌清奇，还是个武痴。讲起功夫，他总是一马当先。论及武学，他胸怀风云之志。あなたの武は私よりよっぽどいい顔負けする。曾经我问过他，你凭一己之力占遍豪门。Cock a lie。他说只为守护一道，此人来去如风，轻易翻扬，越战八方，所谓何道？